第六题，有关硝酸钾融入水中后的带电情形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知道，一个电解质溶于水后，它可能呈酸性，可能呈中性，可能呈碱性，但是一定呈电中性，因为它的正负离子的总带电量一定会相同。所以第六题问我们说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呈电中性。